莱罗书店号称世界最美书店。书店由莱罗兄弟创办于1869年，并在1906年迁入这里。这是波尔图行程中我最期待的打卡点。进门后确实把我惊到了，店内精致的木雕极尽奢华，头顶是镶嵌着迷人彩绘玻璃的天花板，特别是位于书店中央的哥德式木质楼梯，旋转向上，是蝴蝶展翅舒展开来，如宫殿般梦幻，犹如通往天堂的阶梯。四周靠墙的书架上摆满了各种葡萄牙语、英语等书籍，这奢华的装饰、魔幻的扶梯以及精美的图书，不仅令人奢望，更是让身临其境的我陶醉其中，流连忘返。在书店的显著位置摆放着《哈利波特》系列丛书，这个魔法宇宙最初就是在波尔图诞生的。据说书中的赫格沃茨魔法楼梯，其灵感就来自这旋转楼梯。这里是被称作世界最美麦当劳的帝国分店，分店位于自由广场，店内装潢充满着古典风格，从彩绘玻璃到华丽吊灯，以及有别于其他分店的大门复古装饰，依稀能看到成为皇家咖啡厅的影子。世界最美咖啡馆，麦杰斯蒂克咖啡馆。这家1921年开业的咖啡厅，是一间典型的新艺术风格殿堂。这里的装饰华丽富贵，有如皇宫一般。进来打卡当然是必须的，
我点了一杯卡布奇诺，坐下来仔细欣赏这古典建筑风格的内饰，这充满欢腾的天使，精致的木雕饰品，以及座无虚席的殿堂，更是享受这浪漫的氛围。这里也是罗琳写《哈利波特》的地方。